遇上一个好作品时，不少演员都会一定带红。还记得那部经典之作《鹿鼎记》吗？陈小春自然不用多说，在这个作品上是赚足了人气了。而和他搭档的那个康熙皇帝也因帅气和演技而圈粉无数。这一个角色由马勋伟出演，马勋伟也因《鹿鼎记》而走红，虽然只是男二号的角色，也一样悄然走红。看来不仅要有演技，运气也是相当重要。马勋伟的好运也开始来了，又帅气的外表，又有演技的他，终于被 TVB 器重，让他的演艺事业也如日中天起来。代表作有《洛神》《金牌冰人》《帝女花》《碧血炎霄》等等。当时的马勋伟事业有成，爱情也如意，曾和圈外女友许慧玲相恋了9年。尽管见证了马勋伟的事业发展到大红大紫，但没想到两人的感情却最终没能步入婚姻。看来9年的幸福也如昙花一现。如今47岁的马勋伟和出演《鹿鼎记》相比成熟了不少，但仍然是很帅气，而且感情生活一直是很低调，至今未复出有新的对象。